晚的大会司仪呀、啊。没有这个人呢，就没有 spotlight。 我们有请 Andrew。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出来十周年的 party。 那大家觉得不好意思，谢谢。那我今天中间聘请他们来帮助给你们拍照的，我说你们不用看着谁啊，所以我都会告诉蓝光闪闪摸呢右边的这个那盘镜头没了，刚才 OK。 我真的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抽空来出席我们这个活动。我要谢谢我的团队，因为这一次的活动是由他们全部包办，请大家给一个掌声。我答应我的老朋友，欢迎我今天不哭，我尽量忍住不哭。我看到很多读者是从一开始，我第一年我亲自在做入秀的时候问，可以订阅我杂志吗？等，念佛都看到谢谢你们来。然后我看到那些我以前啊，在我的公司在广州广播收到的同事啊，那老同事，多谢你们。我的校花校草们今天很义务的来帮我做这一个活动，还有一些sport model， 然后一些歌唱比赛的参赛者，当然还有我知道很爱我的客户们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十年不简单，然后我们从一本很小本的，如果你们要看荧幕的话，很小本的那个像是包括部分这样子发展到今时今日，这些人都是我要深深感激的，我真的是深深鞠躬。然后今晚希望你们满意我们今晚为你们准备的节目还有活动。哦，还好啊，刚才我注意到我们不足的地方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很年轻，如果大家觉得他们好的话，请他们掌声，如果觉得不好的话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，请你们告诉他，因为我在上个星期才会放大假，我十年以来第一次放差不多要两个月的假，然后我的创办的日子暂时就靠他们，所以我还不会能够撑到我回来为止，真的要谢谢你们多多指点还有照顾哦。 OK。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忘了讲，就是有一些艺人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忘记招待的，你们有，其实今天是免费的汽水喝到你饱为止，还有就是那个啤酒也是喝到你醉死为止，所以不够的话请麻烦你找我的同事们，好，谢谢你们。 Thank you。 对了，每台都有好听台干不行好好的，我们还跟好的，我们有跟他沙拉，
你从小看 爱主播的，哇，这里保养很好呢。看见他慢慢的老了，现在是长脸。看到他，看到他老，看到他长毛。还是要很老土的那样讲啊，感谢 Spotlight， 快十岁了，人生又几多个十年，但系一部杂志真系可以用多个十年嘅，咁啊希望咧呢十年全部归俾 Spotlight。不过我觉得我身边呢一位 Andrew 咧，由我啱啱真系识佢开始到而家，虽然唔系好耐时间，但系因为之前一齐做舞台剧嘅时候咧，我觉得睇住佢每一日喺 rehearsal 嘅时候系咁样抹眼泪。是咁樣抹眼淚，跟住到今日，佢真係張樂業咧搞得咁成功，跟住咁多人嚟支持佢嘅時候，我覺得現場嘅朋友係要俾佢一個好熱烈嘅掌聲，因為佢犧牲咗佢人生裏面好重要嘅十年嚟成就一本雜誌。咁我真係好想哭啊！跟住我哋請 Andrew 高歌一曲。我咧好咧，真係多謝，即係多謝 Spotlight， 都多謝曬所有朋友，聽到你節目好，聽到你節目都好，多謝大家支持 ，thank you。謝謝啦，大家大合作。新 Andrew 陳凱旋。然後要恭祝 Spotlight 繼續招生更多的紅人，因為我不晓得我自己你是第几年的校花，哎，不是啊，校花，啊，是吧，是原来是校草校草，原来是谢谢然后真的是谢谢然后今天呢玩得开心点耶，我红了谢谢啊，快点上楼上，今天是带着荣来这边打奖的，因为荣现在台湾像跟 Andrew 讲的，就是做着皇宫灿烂的后制，那皇宫灿烂的很快就在过年档期就是会上映，到时候有关更多这个电影的消息，就是要守着这个 Spotlight 啊，还有 MyFM 啊。好啊，谢谢肖老师带着荣跟大叔，谢谢Spotlight 的荣，然后也祝就是 Spotlight 十岁生日快乐，然后不要哭了，加油。我以前也是 Spotlight 的读者啊，还可以当 DJ 之前，然后这次我看着 Andrew 啊，从这样子，没有，我看到的身材长大，然后又变成这样，哇，真的，哪里长大，身材哪里？要确认一下才知道。乡村不是来了，没有问任何东西，所以要带着这么多欢乐，这么多年来的，请大家给一个热烈的掌声啊！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很有幸，苏格拉照亮了我。让我这么多朋友支持我。向大家说谢谢。